一秒钟直接回400亿点选，是真的回400亿点选。本次斗魂 2v2 最离谱玩法，拿到就100%吃鸡。说起 2v2 最强海克斯，大家伙第一反应就是疫病使者，但我只能说，在双灵魂连接面前，疫病使者就是个弟弟。首先来看一下灵魂连接的属性，友军受到 15% 的伤害和 50% 的治疗效果都会转移给你，这明显是一个帮队友分担伤害的海克斯。然而只要我们两个人动到的灵魂连接，那么就会产生质变，因为双灵魂连接加在一起以后，回血量就会直接达到 100%， 乃别人100血自己也回100血。但是别忘了辅助装还有治疗能力加成，于是离谱的一幕就出现了，刚开始奶一下加500血，但是随着彼此之间互相奶，最终一秒钟直接回2亿点血。因此在彩色海克斯环节，队伍中有一个人随机的灵魂连接，可以让另一个人刷两下，看看能不能拿到第二个连接。如果拿到的话，那么这把游戏就会变成彻头彻尾的爽剧，一回合直接回几百亿点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输。而出装的话，推荐两个人全部都出辅助装，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伤害装，凭奶量就能压死对手。